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志明，我是李猫，今天要来开箱。志明第一次去唐吉诃德，我真的是第一次去，因为李猫已经去了两次了，然后我就趁了一个平日的早上，我就去了，然后就看看你第一次买什么东西。其实我看我这次去有一样东西，是因为你跟我讲的潮起我那个想要买的欲望，这个吧，这就是日本的豆奶。我觉得这个很好喝，真的蛮好喝的。因为之前我喝过那个柠檬那么一口，然后以前去日本的时候有买过那种小罐的。欸，它这个有贴日本原装进口，对，然后这个没有。哎，应该都是原装进口，因为这个台湾没有产啊。它就是可能贴那个就代表告诉你都是魔鬼藏在细节。没有，你要看是不是原装，还有一个看的方式，就是它的原始包装上面全部都是日文的，然后它有特别贴一张这个中文的纸上面，代表这个就是进口进来才补贴的。这个很顺口。很好喝，你们待会可以喝喝看。低糖，它还是有糖哦，它有加一个甜味剂。好，这个好像是上次你帮我买的，所以这罐蓝色的这个是真的无糖的。如果想要喝无糖的豆乳的话，我觉得这个很好喝，很顺口。甘酒屋台啊，就是那么像夜市的那种摊贩，他们就会有热腾腾的做好的甘酒给你。甘酒就是甜酒，其实是没有酒精成分的。那很甜哎。它糖有16，因为它很甜啊。对啊，这个要给飘飘的。哎，所以不是我们要喝的，你也可以喝了。白玉麻薯，就白玉团子啊，它有一个冲绳黑糖口味、金刚抹茶口味。你有在日本吃过团子吗？有啊。啊，你觉得好吃吗？我就知道，因为很多人都觉得不好吃。那你觉得他们的章鱼烧好吃吗？章鱼烧你也不喜欢，因为你喜欢脆的。章鱼烧太软了。好像台湾人大部分都是这样认为，都觉得日本的不好吃，可是日本人也觉得台湾的很怪。它就一个酱包，哦，那黑糖的味道嘞，好甜的味道，它蛮大颗的，好亮哦，没有拍出它亮亮的光泽感。但好不好吃啊？这个一定不是日本进口啊，它产地是台湾，对，没错，对啊，它用台湾的原料，然后做一些在日本当地吃得到的东西，就可能做法就是他们提供。好，那我要淋这个酱喽，感觉好甜哦。够了吧？中间那颗待会可以给哥哥。好，你先吃一个吧。我只想咬一口哎、欸，很大一颗哎、欸。你知道这个就是什么吗？什么？这个就是忘记放料的汤圆啊，软软的，软嫩软嫩。哎、欸，你有在日本有吃过酱油团子吗？这个好像好吃一点。啊，你不喜欢酱油的那种？日本的那个酱油那个真的很难吃。不会啊，酱油那个我觉得蛮好吃的。日本对不起，但那个真的。比我想象中软很多哎、欸，我以为这种汤圆类的会冰了就硬了嘛，我觉得很好吃啊，要不要应该会爱，要不要来送你？哎、欸，那我想要再吃吃看抹茶的、欸，乌漆嘛黑，对，这是绿色的，真的是绿色的。跟我说抹茶，哦，忘记加料的汤圆，好，你可以住手了。你看它绿绿的，你看它绿绿的吗？对于食物这种东西，不能一直在那边讲一些什么很恶心啊怎样的那种。哇，看起来好吃哦、喔欸。你要对它说好话，它才会越来越好吃。对啊，欸到处滴耶、欸，好诡异的味道哦，又甜又抹茶。哎、欸，你不要再滴下来了，要滴下来了。刚刚比较好吃，就这不好吃。个人意见，比较抹茶，但是如果要甜度的话，就比较不甜嘞、欸。它抹茶的苦味比较重。那它很奇怪、欸，你看它很奇怪，你看它的手，它刚刚这样子。啊，还不错啊，这两个我觉得都蛮好吃的。没了吗？还有巧克力洋芋片，黑巧克力的，然后用的是白巧克力的。我想说，就买这个来吃吃看，这两个跟另外一个牌子的有没有什么差别？瑞士的白巧克力的，我觉得还可以接受，然后黑巧克力我觉得太甜了，因为它比较小片的样子。那个瑞士就是它巧克力包覆度，洋芋片的比较多。哎，但我喜欢这个，哎，没有包覆的太密，洋芋片的味道会比较有，真的有一种咸甜的味道。我觉得这个很好吃，哎，比较喜欢吃比较多巧克力，就是那个瑞士比较吃。那白巧克力我们试试看，原本的瑞士啊，我觉得白巧克力比黑巧克力好吃很多，就是因为白巧克力它比较保留那个洋芋片的咸味，这看起来根本就像是一个好像奶油在上面这样，它里面有一个润润的那种感觉，就是口感不是脆的。黑巧克力加起来比较好吃，白色也不会难吃，但白色好像比较容易腻，几乎整片都有包到那个酱，就是因为它没有整片都包到，味道比较有层次。再来是这个东西，紫薯，薄盐紫薯的这个口味，我切的薯条，很像鱼青的，你看它只有颜色是紫色耶，它就只是我切的，就是盲测的话，我吃下去就是它跟一般的原味的一模一样，它完全没有紫薯的味道啊，对啊，没有紫薯的味道，所以没有什么好不好吃的问题，它就是好吃，就是原本的那个好吃的感觉，就是跟原本的薯条一样，嗯，再来是这两个东西，我
白茶风味糖、茉莉花柑橘茶糖啊，这个我完全不会买，这个看起来不就很无聊吗？可是它是茶的啊，我一般你顶多只看过什么乌龙茶糖吧？哇，茉莉花的味道很明显，甜度的话就是一般，就是一般的糖果，没有到就是不是那种特别甜的糖果。我就是一直有吃到那个茉莉花茶的味道，柑橘有吗？没有柑橘味道哎、欸，可是它包在里面、啊哦，有可能诶、欸，好像是、欸，那吃完才会知道，因为它好像一开始没有。这个闻的超香的、欸，这个超像那个芳香精油的味道。哎、欸，有啦，它真的有柑橘味、欸，它真的吃到后面会比较有，一开始没有，然后吃到后面快结束的时候，糖果表层上面会有一些凸起，那个凸起的感觉就是有柑橘。他说是爱媛县的蜜柑。哎、欸，我觉得这款比较好吃诶、欸，好吃很多，它这款很凉，然后很香。欸我想它这个的爱媛县的柑橘味真的很明显耶，你看人家会混搭，你就介绍这个，我介绍这个，我好像还吃到柑橘的那个果肉耶，我好像还吃到白茶的味道，你看这个好漂亮哦、喔，这个也有果肉耶，这个有点酸酸的啦，嗯，可是这个香精味很重耶，对啊，哇塞，很像精油在嘴巴里，可是它那个吸的时候会有一个很像柚子味还是柠檬味啊，我觉得有点像柑橘，你看它封面它就放了柑橘啊，它还放了扩香哎，真的有扩香味。我看这个真的是精油口味啊，它有凉凉的味道，就是像那种薄荷。可是我真的比起来，我比较喜欢刚刚那一个。可是这个比较特别。再来这个啊，我在日本的时候我就吃过了，它超好吃的，我超喜欢这个饼干的。然后它也是卡乐饼，这个算什么蔬菜饼？对，蔬菜饼，我觉得它很像我小时候吃过的一个东西，但是现在好像买不到。然后味道其实几乎一样。它里面就大概这样子，然后就长这个样子。这个跟台湾某一款很像啊。哇，这真的好好吃哦，好怀念那个味道。嗯，很下去的。很好吃，这个真的超好吃的。我在日本的时候买了之后啊，然后买两包吧，结果两包我就吃完之后就回来台湾了嘛，我就觉得很可惜，一直买不到。蔬菜饼就是你吃起来会觉得很淡。台湾有一款，它是也是这种蔬菜饼味道，但它不是做成长条形。它做成是那种方形，嗯，没有那个比较味道比较重，这个是你吃起来就淡淡的，它不会有太多负担的感觉。你怎么一直得罪台湾厂商？因为我讲真实的，好像吃起来会有点饱，它刚加了一点蔬菜感。干嘛？咬到舌头。这个非常的推荐，很好吃、嗯。再来这个呢，就是一个米果，韩国海苔风味，麻油香的海苔是不是，米果吧，但是应该算鲜贝还米果的这样。我觉得这种最棒的，一次一个小包装的这样子，好处是就是 一次可以吃一个，不用让一次全部吃完。它、啊、当然是有点不环保啦。麻油味很重哎、欸，哦，真的很重哎、欸，嗯，好下水啊。它的麻油跟海苔的味道，闻起来就觉得蛮融合的，比花花鲜贝再脆一点，再硬一点，嗯，然后比较薄一点。你吃下去之后，那个海苔跟那个麻油，尤其是麻油的味道，非常的突出。对，而且它口味很重。哦，这个真的很好吃。喜欢重口味，这个很好吃。第二个是这个，它皮卡丘很可爱，这种有卡通的、啊、在上面的、啊、都不会好吃。对，它里面有每一个神奇宝贝都不一样哎。我以为它是印在饼干上啊。它是印在袋子上。它只印在袋子上。每一个都一样口味吗？这是迷你 Q 哎，你知道迷你 Q 吗？你不觉得它长得很像皮卡丘吗？对，因为皮卡丘是它的偶像，所以它没办法成为皮卡丘。那是变形怪？不是，你好像以前就问过这个问题。我以前跟你讲的时候，你就跟我说它是变形怪，我就说它不是变形怪，它想要像皮卡丘一样受欢迎，但是它没有，所以它是个悲剧人物。可是你有发现吗？星星形状的，这个里面呢、啊、没有皮卡丘呢。可是，等一下，你要听我讲了，它里面没有皮卡丘。等一下，我要讲回到讲它的那个吃起来的感觉。皇帝，它很厚哎、欸，而且它的咸度啊、酥脆度也都蛮好吃的。刚刚我们吃的那个米果比较硬一点，比较脆一点，对，就是好吃的米果。你在外面买那种好吃的米果，啊，只是它做成星星形状这样。哦，它这边写说，这是讲说它包装有12种，然后里面是乱水鸡的。我想说，我们吃完之后呢，就可以来泡个东西来喝。抹茶柠檬，因为它这两个其实是同一间做的，我不知道两个有什么不一样。它这个还是用濑户内海产的柠檬泡到冰水里面，就可以直接当饮料喝。它是粉是不是？对，它里面都各有5包。哎、欸，为什么这包好像比较大，还是比较？你那个比较厚，哇、哦，是绿色的，比较不绿，比较淡，颗粒感很重，对不对？哇，这个柠檬味也蛮重的，好喝吗？还可以，因为不会太甜。
比较清爽的抹茶，带一点点的柠檬味，柠檬没有很不是很重要的柠檬味，不是很酸的那种，而且合起来其实蛮顺的，蛮顺口。其实你的跟我不一样，我对，我在讲我的，他在讲他的，好，这要交换哦，交换。哦，你这个柠檬味好重哦。对啊，你这个没什么柠檬味，你这个比较甜哎。对，它有甜味，然后这个是喝起来无糖的。嗯，如果喜欢无糖的，这个都是比较淡的啦。这款是茶香，茶味比较重。嗯，那这款呢是柠檬味比较重，柠檬味比较重。然后它的柠檬就是有带一点糖的，所以它喝起来会甜，但是它不是那种很甜死甜那种甜，一般的人可能都可以接受的甜度。它可能是像三分糖那种程度。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如果平常你喝饮料啊，是会有一点糖度的话，可能会比较推这款。嗯，啊，如果你习惯喝无糖，清爽一点就是这个。嗯，不过我觉得两款都蛮好喝的。好，以上就是我这次去唐吉诃德买的战利品。你觉得这里面第一名是什么？嗯，我当然是选这个啊，因为我喜欢无糖的豆乳，这个很刷嘴。哦，巧克力这个，这个很刷嘴，这个也很好吃吧？可是这个就是每个加勒比的薯条都一样的味道。嗯，这个真的很特别，没有吃过这种味道。然后这个就是我本来就很爱的。嗯，然后最后这个我也是，就是算是惊奇发现吧，就是很好喝。好，就这样子。拜拜。